这只主播好装，蛇就是防止他开局舔，往后退一步。辅助吧。下波是强化重置吧。很口火，还挺香的。哇，这贝壳反应不过来了。来领导，下波想想，下波想想。里面什么东西都交了，辅助棒。他闪交过了，所以就直接扔熊猫就行了。这班如果打不过也没事，别交蓝帽就行了。辅助棒，反向骗出提升，再 A 蓝妈。应该是谁？对，解开裤裆，看错了。刚刚这里我蓝猫是肯定能抓到他的，所以就把蓝猫给消了，无所谓。懂吗？你平 A 只要能骗出他替身。开局喷火。好，我的那个什么被打断，但是我是后倒地的。秒替。熊猫交了。哎，这位置我操，这波有点裂开，说实话。替身他放虚的。直接上面。秒踢，直接喷。A 他。哎，虚左又被打断了。哎呦，裂开了，难受。就是他空大了，我还空大了就不该走下去。真空波没？我也放。他妈的替身干什么？他没技能替身干什么？少他一只通灵啊。回来了，这是本人。哼、哎、就是主要要记着啊，班的大招一直要持续到他那个人消失。哎呦，什么秘卷没注意看，真空波替身油秘卷。秘卷呢？哎，这波预判的很好，他替身是必须放技能打我的。真空波一顶秒替 A 他。哎，这他妈的我秒替加平 A 了，这他能动就真的离谱啊，这游戏。抓他，
所以他刚刚那波他能动，很烦。我不能开大的，我不知道他通灵兽是什么的情况下大招不能开的。替身走位，变肥蛇无敌。哎呦，还是吃了一段伤害，不过他两斗雷影还行。他也交了熊猫了，知道了，是他熊猫交了。替身冷静，哎呦，不交通灵吗？交了。这里直接开大就行了，抓一下替身，真空波难吗？变了，肥蛇，哎。